有啲人等待紧我，而另一啲人响好耐以前已经感到我嘅存在，而且从未忘怀。即使时间静止，我仍迅速回应，揭露嗰个期待已久嘅真相。响阿凡村庄，我将现实塑造成传说，用活泉水治愈黄室白雀一匹患上严重皮肤病嘅白马。当水嘅本质表露无遗，一切变得情切。然后我以必需品嘅面貌呈现于人前，为咗保存呢种独特之处，而确保 Ivan 泉水嘅美德流传于世界各地。有人话我嘅行动并非偶尔所致，而系有意引领人类去塑造出佢嘅命运。当有一日，日本著名艺术家 Takushi Mizuno 到访，我喺佢笔下重现，给予佢灵感，画出你而家所熟悉嘅永恒涌泉。我嘅曲线勾勒出我嘅命运，既受人类保护，同时亦喺度保护人类。透过我嘅启示，昔日嘅奥秘喺今日已经得到认同，曾经模糊不清嘅，而家都有咗新意义。我嘅存在让你眼界大开，而你亦明白，为咗俾你最好嘅，你需要先拥抱自己，同埋属于自己嘅本质。我就系要传达俾你知道，而家正系时机，让你面世。我系新发现，我系你，我系 All the Mel Avan。